从容牛肉汤，来，谢谢大哥，哎、欸，真好吃，口味又好，肉又大块，来三百块两牛肉汤来，就白酒的大白酒嘞。要宅配的话，把你要的东西记下来，在脸书上面搜寻新宅什么东厂，加进去社团，里面有所有的宅配资讯。来最后一位了，如果你需要宅配的话，把你要的东西记下来，搜寻新宅什么东厂的社团，里面有所有的宅配资讯。来三百块，全球五个三两毫五，谢谢，出关，明哥出来来。来好，阿你给我爱上，来我爱来，来想要吃伊个牙齿，想要吃，无人叫你买，想要吃都，这个我爱吃中贵，乖乖我变阿叔，来五百块石头钱买来，我爱五百块来，叮叮来五百块来我爱，我招钱人家吃无我爱，五百都，我决定要变阿云，你至少变阿年钱哦，来石头钱人家年钱来五百。五百，你放心嘛，绝对值三百块，你五百。五百块。来，我来，五百过来。我没有饮料。绝对赚赚多三万的嘛吼。我顶多叫我老板帮我买一下。今天坐车呢？我今日较平来啦，我带坐车细车，招一个银钱来，我来要求啊，坐坐一只好。你招一个人叫咩话？我来。马德友，你要真，你要行埋实。你喊我来夹，要哪喊？你来卖口，多太太吃我条安尼过，难讲个老，我来做下拖车来，我包好来，你要给我要来，我爱五百块，会招钱人叫咩讲我？到时我今日讲我挂上车，叫你送安尼，我爱真正是好吃阿姨安尼，来招头坐金条啊，来五百，来，无够来，只要给我来。来，我阿姨来，我爸过来。你真的没有人要拿钱买我阿姨哦？做我姐阿姨啊，你买了关我。慢慢给你放个正常买，买两只秀。加油！来，我爸咧，给你送来，我阿姨。一家全部吃大锅的我阿姨啊，喜欢吃我阿姨的动作饭。来，五百块来。一条姐妹我阿姆，到时今日我阿姨真正无命回中原啊咧。第二位，十分钟。来，有人给钱，我做你阿爸去。来，五百啊！五百块，老板你呢？太贵了，太贵了。老板，我跟你说，来五百块。后抓我阿哥，你我不在你啊，不可能啊，一百多。那个大只的，要你的。一千买无一半，我不骗你。来五百块，给等你打钱用车哦，阿妹。来五百多，我爱多嘞。喂，肉作油呢，分呢，夭壽啊！這千塊都買不一半啊，五百塊呢，我真正要了錢賣你呢。來，五百塊來，最後兩個人給我啊，大伯給我啊，來五百塊。啊，鳥匠做魚的幹，一個差不多200塊呢。我給你這邊500塊兩隻，阿好，我是要怎麼當下來，一张的都内管，我接。我下啊下啊，都我来。一张的来，买只新的来，买只新，买开高八百八，来五百块我都，五百块来新的，买五百都。这家人的新的啊，真正甜，真正好吃。来五百块，招钱人给吃来。来五百块。我不讲骗我呀，我讲家人的哈。哎，来五百块都。有人要吃新的无？来五百，来五百，来五百，五百拢无人要点单哦。我无话招钱的。是跟我爸过来，左小姐，来我爸，来阿爸面甲包好来，我话嘿，来我爸，咩阿爸做伊啦，有嘛？来我爸，我拢讲有啊吼。来我爸，你是话富婆甲妈妈常讲话啊？来啦，啊，太姐姐小姐啦，来啦，要食水果的来，来我爸咧，没我解水啊。来我爸，我爸，我爸，我爸拢话。一人一半，讲起来正，五百买叫什么盖五百啊？旁队来三百喽，三百块来正哦，物件哦，来三百块来，一三个要吃啦，这边哥都可以哦，你看看收来，不要我来的，来三百喽，来三百喽，来三百喽，来最后两个人给钱的，来三百块来，赶快拿钱。来三百过来，七百，是嘞，七个，七个，来三百，最后两个人给，拢讲咩了啊？收这五百块了也对了，我给三百，恁可以啊？最后一个客人，三百块，左小姐，来老大的哦，感谢，来两百找你，谢谢啦，我
干你老板定的呢，我就知影，我去就好啦吼。来，还要吃红条来，还要吃虾来，虾我来讲，我拢无啊。最后一盘虾子喽，大家快点呐，开始清，开始摆位。剩下四个哦。快讲啊，两个人给你，两个人来，我上好啊，开始来，我来，我来。你看你当，你别听我。我来，我走而已啊。走啊。好心意啦。没关系哦，可以拿哦。谢啦，阿雄在那边的咖啡。你要我就先卖你五百，啊，其他的再给大哥。还是太多。太多，太多，我多，就这样俩，八块老多了，八百多了，八百多了，没几千了。恭喜你啊，我还要钱要走啊，谢谢谢谢谢，对不起。还有其他虾子吗？还有吗？来，薛哥还没知道，薛哥还准备打电话来，我发的。炒虾肉我。OK， 不。OK。哎，阿辉去摆啊，我去。我拢惊解气了。来，回去摆三杯来，开始喝啊喝啊。我两碗啊，我请我来，飞机牌来，最好吃啊，飞机牌来，来飞机牌，必须要这飞机牌哦，大姐两份，来啊，弄翻两杯飞机牌，啊，叫春节啊，叫两，来七八块一袋哦，来最后一个，来一百块来，你要吗？要快点，帅哥那边拿我那个，无啊，要怎样啊？来，小哥五百块来，这安怎袂啊？哦，我随便，出你地名，我带其他大地哦，你看，来五百块。有点火爆哦！好啦，火爆啦，小哥啊！来两个妹子，来五百块来搞根啊！来大家先来个快，最后一位，小哥妹火爆了，把小哥妹的啊，小哥真不俗啊！来过来你这来，来感谢你来，你来黑子，来找钱来，火爆过来，这个物件哦，来下来，做咧升规矩来，看身高了，知影我话你上过来，看见红色 T 恤大哥，啊小哥换掉哦，来火爆过最后钱，小哥五百块。我买到了哦，好，谢谢你们来。哎，阿叔过来要吃啥？是的哈，已经吃甜面羹没完啊。我是湛江哦。来，鲑鱼加客家鲑鱼。好。去吃七八块的小鲑鱼。好。我十块，我都要吃三十，去再便宜都。五十啊。哎，再多点客家的啊。哎，十万我有法考虑。哎，阿彪，十万无十万啦，有一个帅哥玩去。来，要吃鲑鱼来，有够无？有大块无？无啊，要吃。吃水的。太好了。来两碟的六百块啊，两碟啊，有要吃啊，免六百块好，来五百块，叫姐妹来，鲑鱼，五百块没有人理我，来去做个场面，三碟八九百块啊，来五百，两个人给吃都鲑鱼，五百块，来五百，叫姐人给吃你管嘛，这三碟搞到一千块的鱼啊，来给你五百，来两个妹子，来五百块来，两个客人没有鲑鱼了，跟各位报告，今天无鲑鱼啊，来等人家买几碟回来嘛。哦，阿婆你那边哦，春节分两份，你收两份。哦，来，阿要吃鸡腿来，牛二两鸡腿来。哦，这短臂啊，我才多少鸡腿啊？哦，这冷大猪，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小。来，一斤外斤，一斤麦克给你高价，给你背下讲，来，要吃开三百块来，三百块就四个啦。最基础的你回去哦，加热微波，来，五百起来，卖给一千，卖给三百。来要吃开三百块，来牛二两鸡腿来三百，来新鸡来来，做脚来三百块嘞。哦，我吃安尼乌白白黑椒条嘞，买三百一个牙新鸡，以后开两百块多啊都，两百块来大鸡鸡腿，两包我来，牛二两鸡腿给我来，来两百块收钱收钱收收钱，快去，来两百块，收什么呀？来两百块来。贵也没价，冷元年啊，我们今天进价都短跌啊，真的，那这里是四只哦，卖两百很便宜的，大哥，不讲别打，赶快帅哥别转短给对，看不一样，到，冷半壶个三只鱼，短鱼啊，细鱼我管，来冷半壶的，然后两双鸡腿来，来两百块来，多价，你今天微信这种来真功夫啦，来冷半壶两。用二两烧鸡腿来，两鸡来，三鸡来，四鸡来，来五鸡来，两百块了，还不少钱哇？哎，你可要上回家来，今天请我来，来两百块我都，是不是哦？不是哦，来两百块，来大哥你要一份吗？好吃哦，最清爽了，你微波微波加热哦，气炸锅都可以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好两个人给，用二两鸡腿来，来两百块来，来鸡鸡给我来，最好两个人给我啊，来牛二两烧鸡腿，龙华哦，来加红椒和片片。要吃红条，吃较好嘞无？野生的哦，拢开了啦，而且咱真空啊，来一千块来，红条一千块都输无啊？有吃野生的哦，
来一千块来，来两只你台湾台湾拢处理好啊，来三只来四只你来，就是咧，我决定了了呀。大哥，你要看未？你过来看，无买着，你讲讲我先买。你有该啥还无买着咧？我先给你问你。阿爸完啦！阿爸完啦，退过来。边仔囡仔，过来好，这两行呀，你爱讲啊，你无讲话，啥你有该啥？对你走得来？没没没，你对我走，你讲要先走啊？好，来，要吃阿爸完来。哦，要收你去买些地摊货啊！来，两包卖两斤哦，爱三鱼一斤八粒，来要吃七两三四两个，两包好完了。阿爸完来两百块，超级好吃的，我的阿爸完。真正好食，阿姨来，你买少嘛？两包，两斤哦，不是一包哩哦，是两包哩哦。来阿爸两百块，最后两个人加尔，来两百块。阿爸话真正好食，两百块不管你买哪煮拢会使。来阿爸两百块拢完，来虾卷来，手工虾卷等于对蒸，等于对煮，对汤，对煮成功虾。来一个人加少，来三百块来两百块完都两百块来手工的虾卷真正香的，这是手工的啊。这两百块只卖八条尔，不能买四条一百。我九条、十条、十二条，两百块，两百块来去嘞。下斤买两百，两百块都要买下斤的啊。有。我再上两条，总共十四条，你进来就到下斤，两百块，进来斤斤钱来，下斤在你后边哦，这真正好吃来。来四条。十四条来，四个客人都搞，另外给一包。来，阿要吃烤蛙鱿鱼来。哎呀，我九班阿未画完的呢，哎，红条阿未画完的呢。这真正好吃啊！呢，一千块了，一千块来，招一个人加吃红条，红条，红条不阿变？要不啊？我问一下，你有想要吃鱼啊？吃哪好的？吃野生的红条，真正深海的红条，想要吃野手刀，无叫你买，野手刀红条，大收刀也无人叫你买哦。买你啊，心甘情愿买。一四百块来讲，正经来挂保证，一千块你买袂来。我只要头一个人给赚钱来，一千块给我。你拼拼较大，拼大一点，啊，豆豆面不是我的个性。啊，后尾只啊一千块我来。切了做一道料料的来，一千块得，啊，叫你爽啊。头家有来无啊？头家来，你来搞我花钱。头家，我头家做做伊落，伊来我就袂当安尼傻嘛。做鸡，做伊一袂开鸡，做啊。来几个？红条有啊，来一千个。对啊，你们餐厅捌吃过无？这一百几啊拍好恁了。吃六杯啊！我甲你讲，今天卖你两千块就无过分，一千块来七杯哦你。红条一千个，对个对个，红条对个。你看你拍单弄啊？一千个，阿弟可以无？赶紧，吃到无啊，倒尾赶快送起来。我讲啊，我刚阿未送的，一半千块你买袂到啊。我慢慢过过啦，倒尾送不到啊。来一千块，这行条好话咧。喂，小我。小嘛，小我送你。无啊，无啊，我个人计买袂到啦，五百块啦，一千块来，一千块。个人要吃红条无？红条板鸭先哦，拢拢开好啊！来一千块，一千条长好无平？平时的公鸡是公斤的，红条安尼卖十几千块，安尼无关紧啦吼！我老板家己吃，安尼敢袂讲我了敢无意无？最后两位来一千块，交钱啦！你买什么饭？每个不能来买阿婆啊，伊阿婆先。来一千块来，红条一千块。阿老朱，要吹要蒸的阿婆的猪肠，阿老朱来。来大姐来。最后两盘了，来一千块来。最后两个客人，红条拢准备了吼。好来，谢谢。我今天这条鱼啊，真正咧袂好食的。来，蒜香里脊猪排哦。来阿哥我鱿鱼，这拢家己做来。来，你有该上新加坡买去，来哥我鱿鱼，免开三百。来两百块完了，两百块来，多啊鱿鱼，两百块，两百块小姐啊，多少块来给你来？好，赶紧来两百块来，多啊鱿鱼来，两百，咱收八个人给啦，这收几个啦？两个。来两百块来，全部四个人给啦。啊，过来要吃鱿鱼啊无？这块来鱿鱼，来两百，到大是不是要鱿鱼啊？
来，紧来，紧，两百块来，啊，大你也要笑来，两百块，安尼六个，对不对？六个人对不对？赶紧，带我去。快讲啊，赶紧啊，两盘八个啦，我大讲遐那三地啦，遐六个人，唔免八个啊。我减一个，那三地减一个，七个都最后一个客人，可爱鱿鱼200块，没有咯。最后一个客人，200块可爱鱿鱼，来全部弄完，七个人给包包完。我来啊，黑根包来来，来手工虾卷坐在上面来，就到黑根，来三个来。给你吃哦，二龙快点来，里脊猪排蒜香，黑胡椒猪排来，现在开始办的八货啊都，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，你要几份？来三对四对五对，都是蒜香的蒜香的，哎来对对，来高对来十对，来了八货，中秋节快乐，今天蒜香猪排买十送一，来对哦。冷霸锅蒸，蒜香猪排来，冷霸锅请假旁，这个不了。来六点，来八点，来九点，来十点而已，来冷霸锅来请这个请你啦，再点而已啦，钱都可以啊，还蛮贵的。来冷霸锅蒸，蒜香猪排，五谷的。好，来六点，六点，来八点，来十点，来请这个上你来，再点，来冷霸锅来，蒜香里脊来200块，好的。来七点八点，来九点十点，来七点到十点啦，赶快弄另外一点，全部20块啦。刘宋桥贵的，来200块弄完了哦，蒜香里脊，来200块，还有人没有买到的吗？来七点，八点九点十点，来七点又一来200块，200块来里脊猪排弄通完哦，200，来，谢谢。这个身，来，哦，那贾云卫七点牌来200块完了，200块来。原味的很少有哈、哦，来赶快来，冷霸锅来，姐来把六斤，也等于蒸，也等于烘，七斤、八斤、九斤，一个起十斤等于蒸等于烘，来冷霸锅，原味真的大个，人想要吃无？来冷霸锅，这是好啦，对蒸对烘都好吃，来给你买个锅来吃，来冷霸锅，讲话，我姐人给你吃，哎，吃大斤呢，你给你买名就不贵啊，来四斤，来五斤，来六斤。来七斤八斤，来九斤十斤，我你来200块，原味鸡的来，切掉好起来，来200块。好的，用煎的就可以了。哦，别吃干贝啊，蛋姐干贝乌啊。那两只多少钱？这全是小伙伴呢，好啊。来七斤、六斤、八斤、九斤来，十斤我你来200块。各位人要吃鸡腿排无？来200块，拢准备了，鸡腿排200，拢好。来，谢谢。哎，阿哥在吃什么？你讲。大妈倒杯200块来，包邮。包台嘛，没有台。这里两辆400块，给你。来，阿你吃毛豆的200块，哦，你来抽上对了对了哦。来毛豆200块来，200块，招一个人给吃，我们叫包啊，有啊，一包500公斤，两包1公斤，对不？来200块边啊，帅哥过来，给你。来200块你来，金马哦，金毛豆，唔知当时佮要欠袂，我唔知哦。真正蛮无，真正蛮无，是我唔得，好多嘞，来200块，来200块来蛮多，200，这两个三包等于吃，好叫第二个啊，我第二个上了，4包1公斤了，来5包，帅哥感谢你啊，吃贵的，给上车的，总共5包，6包你吃来，送过来200块，毛多200块来，今天。这边姐来，200块，毛多200块了，你吃好爽快啊，这四个啊。等于哦，你个调味得啦，慢慢调味啊，你看不了解啦。来200块都好多200块来，我是咧冲量的，袂够较鲜的。来5包来6包，你来200块，好多200块3公斤，要求起袂人对上啊。来200块拢准备了，好多哦。来谢谢，我阿要吃红梅来。这红梅好吃啊。红梅够阿济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来，有要吃红梅来，这人要几包好不好？2公斤600，这大粒，做起来黑，做起来沙，做起来沙，包油我水我啊！来几包冬甜免600，来我讲，来500块，只能三存3包，只能1包，来3包我都300块来凤龙，三个客人而已，中中快靠，要我给你1公斤的免3包，这2公斤呢，来接下来再见，来3包来，最后一个客人凤龙，来3包的红的，来多的来，多的拿来，两杯啊多，来挂个房的，我叫你挂个车，有哪样？来，阿你吃干贝啦，你吃鲍鱼啦，蛮好吃的呀。来，大好玩。哇，这是第二个酒，
好来，你好。你是在干啥呢？对啊，你阿姨来，来，我们再坐到这边看就来。我有让你们这边坐，你要注意了。我们这个坐的了，进。哦，来。来，包里面再开五百，那外公不会让开啊，没有几个份了，应该是十个份了，所以来五百过来，包里面五百六来，三包来四包，七包都寄给啦，就三包五百五包，来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伊啦，就是七包八包伊啊，就要送过来，来五百我招头一个人去吃，五百收车啊，收车收贵你阿公，那收贵佫送一包哩，来多包，来五百过来包伊。不用煮了，超贵就租好吃了，来500块，500，就是安尼啊，较侪人买，来300块，300块来包伊，买300咯，4包就300，加4包哦，加5包哦，来300块，来7包块出来，中央6包啦，小松块来包伊300咯，今年中秋块来包伊300块来，难怪4包来5包来6包你来，来300块包伊，赶紧，咱起价啊，我尽量好哦，小松块来包伊。来300块，今年够3包块来，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我哩啦，来今年来300块来包鱼，够3包块就中中，来包鱼300块都拿到了哈，包鱼，真正好起来，哦来老大了啦哈，来今年来3包、4包、5包、6包我哩啦，来包鱼300，诶今年哦，没完了大哈，来包鱼真的很好吃，身体真好啊，不方便，你老同事啊，朋友来相聚，你掏几块钱就当请人去啊。来不是500，来300块来，最后剩两个人给人包鱼。来300块，个人无买了无？来300块来包鱼，300块，安拢总管了啊，包鱼。我来好，谢谢感谢你来。哦，阿哥你吃啥？这个看紧，给我包下来。有爱啊，我来，有爱我家己发来，干杯先杯来，包鱼发了好啊，干杯。哦，我要求你这种，我冲这样，蛤蟆无啊吼？先做先做啊，来干杯，买1000块的。1000块来，这个人干杯哦，这得当生吃哦，这不能生死哦哈、哦。来，有大料不？一般拢用汤的啦，这两汤跟黄芪都用汤的啦。一皮啊500公斤，皮啊1公斤，有要吃的，开1000块的，1000块来干杯。一公斤是800啦，我给你1000块，你吃欢喜啊，做阿些。来，招一个人给他，1000块来，1000块干杯，干啥要吃？1000块，我问下。你其他个有买物件要等于喊卖呀？就龙胆石，其他个龙是无啊？吼，平常时要吃的啦，吼，安尼个来配哦。我卖花一千，较济人买，尽量较济人包方便。我了了，我先切的。真的，随便煎的用烤的。哦，你要煮汤，你要煮粥，你要红烧多少吃？两块1公斤，随便包的700、500。500块就好了，干杯！买500块，请两客，你客等于请客等于吃。来300块，300块来干杯，300块可以交2块来，2盒哦，不是1盒300，是2盒300来干杯来，连干杯300块来，大你要一份。两客啊，不是一客啊300，是2客啊300，忙个烤炉啊，忙个酒煮啊来，干杯300块，我白话你着哦，交2块来，来干杯300块，各位人要食干杯无？讲真个啦，这一客都2300，我两客等于300。来，阿哥要吃干杯，动作快，300块5432来，谢谢。我爱喝个鱼啊，刷就刷了。来，阿哥吃蒜鱼来。